金立，加油！看这个照片，现在是空的，不是踢馆就是赢了才。对，然后刚刚 B 已经在这拍了照。啊！这样就跳进去了。好，第十五题。我要用这一首歌这三分多钟，让听众看到我的最好的一面，就是把我自己想展现的都表达出来。现在 Angel 就有蛮紧张的状态。对，哎，反正没事，我相信你可以。相信的。你会自己弹钢琴吗？会啊，就明天就会了。想到了。如果我是输的话，我也有输得很漂亮。